哎，延边。人工智能程序遭抢，内森在星期天早上8点被上司叫到单位加班，杀手们干掉了研究所的20个守卫，连夜带走已经研究2年半的程序，顺便将研究室全部炸毁。智能程序一旦落入不法分子之手，全世界的金融和军事系统都会被威胁。时间紧迫，来不及讨论加班费，上司让内森马上找到地表最强大的战士郭达斯坦森。Fuck are you doing here, Nathan? Everything all right, Orson? No, it's not. Supposed to be on holiday. 正在放长假的郭达也不想加班，辛辛苦苦打了半辈子假，赚钱不就是为了享受？他还想和小女友一度春宵，不想那么快就去给组织卖命。奈何内森给的实在是太多了，郭达没有理由拒绝。单丝不成线，孤木不成林，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，郭达再秃再强也需要帮手。内森给他找来一个叫莎拉的妹子，战斗力还行，也懂点电脑，属于是电脑小神童的水平。Strong numb to get, never heard of. 一个好汉三个帮，一个莎拉还不够，内森又找来大名 JJ 戴维斯的黑黑当辅助。这小子训练了2年半，成绩不错，枪械、汽修、搏击样样精通。郭达对这两位新人都不怎么满意，但就现在的条件来看，也只能凑合了。团队核心人物就他们四个，其余帮手会从单位借调。新团队的磨合期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机场执行。Got anything yet? I'm getting somewhere very slowly. Can you hear it? 好家伙，所谓懂点电脑就是懂怎么开机关机，在这里溜溜等了3个小时，目标人物终于出现，装有智能程序的硬盘就在老头的皮箱里。这老头看起来人畜无害，帽子、眼镜加鳄鱼皮公文包，像是个退休老教师。莎拉通过黑科技给老头发去车会晚点的短信，本想引诱老头暂时去喝杯咖啡，好在半路截击他，岂料行动组的同事刚想动手就被暗算。就连随后派出去的替补增援都被打晕，郭达意识到不太对劲，这里绝对不只有自己这一个团队，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情报部门的老麦克。不同部门互相抢生意很常见，但这桩生意说什么也不能让出去。郭达见智取不行，干脆再升一计，让黑黑发挥零元购特长，来个暴力抢夺。JJ, change your policy. Don't go in, go out. Exit door F, pincer. On it, boss. 已经有2个特工跟在郭达身后，最强战士感应力超强，汗毛竖起时果断回身反击。两个小杂鱼被无声无息电晕在大厅，眼看老头已经被两个壮汉挟持，郭达和黑黑正式开始零元购。正好内森开车过来接应，一切都是那么完美，现在只需要搞定硬盘就能下班回家。电脑小神童对此非常自信。The drive will be encrypted, but I can clone it remotely. 复制是需要时间的，时间是极为紧迫的。老麦克的特工已经把几人拦在路中间，连喊话要求投降的程序都省略了，直接上电锯。终于，就在这帮人锯开门锁的一刹那，小神童莎拉终于完整复制了硬盘内容。That belonged to me.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交出硬盘，郭达再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人多势众。幸好莎拉安慰郭达，硬盘内容已经在手，只需要密钥就能打开。如果能找到是谁想买这份程序，估摸着就能顺藤摸瓜问出密钥。于是，在老头的建议下，内森下午6点到公园的12号桌等着。拿着复制好的硬盘等待买主。This for me? 从电脑数据人像分析来看，这个人叫哈里斯，是军火贩子格雷格的狗腿子。只要有钱赚，格雷格就无所顾忌，把手枪卖给小孩，把巡航导弹卖给恐怖分子，罪大恶极，基本上属于抓到就要枪毙的罪过。格雷格应该是一个中间商，他会替背后买主买到程序，再转手赚笔差价。要想知道真正买主是谁，得想想办法接近格雷格。得知格雷格正在戛纳搞一个慈善筹款活动，郭达决定立刻带着小队去探探路，看看这个格雷格到底有多少手段。不过在去戛纳之前，要先飞一趟洛杉矶。We're going to LA to pick up our invitation. That being? Danny Francesco. Danny Francesco, the movie star. 丹尼是正当红的动作大腕，也是格雷格最喜欢的明星。郭达是这么计划的，
既然格雷格这个有钱老变态什么都能买到，不如从精神领域下手，找来他喜欢但得不到的电影明星，搞个粉丝见面会，签签名，握握手，拥拥抱什么的，说不定当场就能把格雷格拿下。目前团队里就一个女性，只能让小神童莎拉假装成丹尼的女朋友。Movie stars no into a yes. Think we've got something. Blackmail? Yeah, blackmail. 想勒索一个电影明星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出这个大明星的软肋。What we got on Danny Francesco? He's having an affair with his sister-in-law. 知道这家伙爱嫂子就好办。郭达拿着平板上了丹尼的私人飞机，撵走制片人，也不说其他事，只说想让丹尼帮自己个小忙。在帮忙期间，郭达就是丹尼的经纪人，一切事务都要由郭达说了算。丹尼身为大明星，本身是很随和，但要是谁踩到他的地雷，也很难搞的。况且他都不知道郭达到底是干什么的，骂骂咧咧要让郭达滚下飞机。There's a sensitive and awkward situation between you and your sister-in-law. 平板里是丹尼和嫂子的视频，此刻他无比后悔自己留下那段影像当回忆。爱嫂子的事要是被传出去，丹尼可就毁了，态度不得不立刻软下来，答应郭达的要求，迅速戴上领结，换上西装，跟着郭达到戛纳。相比明星这个称呼，丹尼更喜欢别人叫自己演员。You're an actor. Act. There'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an actor and a movie star. And that is why. 很快，丹尼被郭达忽悠得飘飘欲仙，答应配合郭达去忽悠格雷格。Okay, I'm ready. Let's go to work. 格雷格这个战争贩子属实不要脸，多少人因为他家破人亡，竟然还好意思举办战争孤儿的慈善筹款活动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名流富商们不关心是谁举办的宴会，他们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在宴会上出风头，顺便趁机获取一些利益。格雷格正和客人们吹得起劲。Is that Danny Francesco? You know what? I'm a little bit excited. I do love Danny Francesco. 看到丹尼出现，格雷格立刻窜上来，当场买下一条价值150万美刀的项链，作为送给 idol 的见面礼。看到请来名人如此管用，郭达为自己的计划感到得意。在格雷格身边有两个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，两人加起来为这场慈善活动赞助了将近400亿。互相介绍完身份，格雷格突然的一句话让郭达背后发凉。Don't look like a business manager. Oh, he's doubled my money in the last 3 years. Is that right? But you got any tips for me then? 由丹尼的及时补救，勉强糊弄过去。这时格雷格的电话响了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。他没有当着众人的面接通，只是把电话交给秘书。这个不经意的举动让郭达和莎拉意识到不对劲。How are we gonna get to his office? His guard still has it. We've been watching her go fine. 要单单是拿回电话也不算难事儿，毕竟小神童莎拉也有两手功夫。可郭达观察现场后突然发现问题，有些面孔似乎在机场抢老头的硬盘时就见过，绝对是老麦克又来抢生意。莎拉必须尽快拿到手机，不然又会被截胡。为了保证行动不受阻碍，在莎拉行动时，内森开始用语言攻击老麦克。Mike, nobody likes you, even your wife. Well, that's what she told me anyway. I was trying to. 内森这一招差点击穿老麦克柔软的心。为了监测到内部手机到底在发送什么消息，莎拉一直悄悄跟着格雷格的女秘书溜进隔壁房间，在暗处埋伏下一个专业设备。现在只需要莎拉站在这里等一小会儿就行。黑黑和内森会用技术手段，通过小设备黑进内部手机搞窃听。莎拉所在的房间里全是格雷格的私人收藏，一般不会有人进来。可这时候就不是一般情况。Can I help you? Oh, hi. I was just looking at this painting. 黑黑还没完成最后的技术入侵，莎拉不得不绞尽脑汁和保镖东拉西扯，从达芬奇聊到毕加索，再从梵高说到莫奈，几乎穷尽自己上半辈子储存在大脑的全部知识。为了避免老麦克的手下进去捣乱，郭达不得不在门外来硬的。老小子还想掏出刀斗一斗，被郭达三拳打趴在地。黑黑还有1分钟才能黑进手机，莎拉还得硬撑着。郭达倒是还行，近身短打是他的看家本事，两拳下去，这老小子已经眼冒金星。What's in? Left or the right? 三拳下去，鲁提辖当场打晕镇关西。黑黑顺利完成入侵，莎拉终于可以脱身。Have a great night. You too. 郭达没要了那老小子的命，只是把他放上摩托艇推出去。不过让几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老变态格雷格最喜欢的竟然不是丹尼，而是他身边的莎拉。格雷格说自己在土耳其有个别墅，想在周末邀请莎拉到自己的大别墅学外语。一个眼神指示，狗腿子们立刻拥上来和丹尼合影。莎拉被迫和格雷格单独谈话。看着这个老变态色眯眯的样子，莎拉不用想就知道他想干什么。
东拉西扯一番后，终于露出本来面目。The world is a much, much bigger place than you can possibly imagine. 莎拉只觉得一阵恶心，为了任务还不能翻脸，现在要忍下这口气，只要等到完成任务，当场冻死格雷格就行。现在还是得和丹尼一起强装笑脸。Greg has a thing for stealing girlfriends, especially from movie stars. 格雷格学曹操这事儿暂且按下不表，毕竟用美人计是最传统、最有效的方法。但是他身边那两个生物专家绝不是普通人，随随便便就能提供将近400亿的资金支持，绝不是只是一场慈善晚会那么简单。莎拉本想通过技术手段黑进生物专家的电脑，但接连尝试后发现行不通，他们的电脑似乎有某种程序保护，破解起来很费时间。要想求快的话，最好是通过物理手段，直接在生物专家的电脑上装病毒软件。团队里最能打的就两个，一个郭达，一个黑黑。这么惊险刺激的任务，当然还是老手郭达来干。You are over the wall, neatly done. 郭达在通风管道内加了麻药，空调开启后，连保镖带生物学家全都陷入昏迷。这么容易的闯入，倒还是生平头一次经历。而且有莎拉远程指导潜入路线，不怎么费心思就摸到卧室里，大模大样的进门。已经昏迷的生物学家没有半点察觉，直接偷电脑是不行的。最好是把这次的意外伪装成一起盗窃案。郭达顺手录下几个大金戒指、小金表，顺便打开保险箱取出电脑。Now I'd like you to whatever they control, I can control better. We have full access to their computer. 操作没有难度，半分钟就完成。郭达临走前还没忘了把保险柜洗劫一空。所谓贼不走空，便是如此。做完这一切，莎拉和黑黑已经在门口等着接应。经过对电脑的破译，果然发现端倪，生物专家好像在和什么人做交易，而且还特意开了个托管账户，只是再详细的信息就无法分辨了。还好莎拉现在能监听格雷格的通话，没多久就监听到一个来自土耳其的电话，一个叫大胡子的人通知格雷格，似乎是想尽快促成一桩交易。为了弄清楚这几方人马到底要干什么，内森做出分兵的安排，莎拉和丹尼继续伪装成明星夫妻接近格雷格，郭达带着黑黑和内森一起连夜飞往土耳其。正好之前格雷格说周末要去土耳其的别墅度假，要是莎拉这边有意外的话，郭达也可以迅速支援。周末到了，莎拉和丹尼如约来到格雷格的别墅，一见面就啃了莎拉的小手，接着盛情邀请两人到车库参观。这里的豪车价值千万，但格雷格最喜欢的是一款老爷车，这是丹尼曾经在拍电影时开过的车，被格雷格重新维修后成为珍藏品。见丹尼喜欢，格雷格大方地送给丹尼。Do you know what? It's yours. Come on, let's have lunch. What? It's yours. 和自己的 idol 坐在 idol 曾经开过的车里，格雷格心情大好。据说这车还能防弹，功能还挺齐全。相比其他豪车，这车的外形有点跟不上时代，但开的就是个感觉，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由，尤其是在海边公路上驰骋，要多棒有多棒。有丹尼拖着格雷格，莎拉潜入豪宅准备搞事，可惜格雷格的女秘书突然出现。You looking for your room? Yes, my room is that way. It's actually the other way. 莎拉还是没放弃，好容易来一趟，绝不无功而返。她已经攻破防火墙，黑进豪宅的安保系统，就算已经走进格雷格的房间，监控画面依然显示一切正常。趁着还没人发现异常，立刻开始搜格雷格的电脑，可是只看到一些买 AK-47 的资料，好像也没什么太重要的东西。难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内森已经开始打算让队员们撤退，不过铁一般的事实证明，格雷格绝对和智能程序有关。We're back with our old friend Ben Harris. Greg has been involved. There's no way that this deal. 格雷格的头号狗腿子哈里斯出现。郭达分析，这场交易一定有别的内幕。他决定让黑黑帮忙屏蔽信号，自己悄悄跟到底。可惜哈里斯能当上狗腿子也有几分本事，没多久就发现不对劲。Are we being followed? 信号被黑黑屏蔽，狗腿子哈里斯联系不到支援，甚至求援短信也被黑黑劫持。Hang on, I've just jammed another message. We're burned, he's recognized you. 已经暴露了，继续伪装也没太大意义。哈里斯扭头就跑，转过街角就抢了一辆电动车。事实证明，行车不规范必然行人两行泪，就算摔出内伤也不敢喊疼，生怕郭达撵上自己。看前面有个高楼，一路小跑就冲进电梯。不过哈里斯不傻，脑子一转就明白怎么回事，趁着郭达没追上来的时候和路人互换手机，成功迷惑了黑黑和郭达。
等郭达冲上来时，哈里斯已经不见踪影。郭达懊恼自己为何如此大意，没想到哈里斯竟然从后边窜出来，半句话都没说，一脑袋就栽了下去。有一说一，这招玉石俱焚只能给零分。File Sarah extracted from Greg's computer. 上司告诉郭达，这个智能程序理论上能应用于任何事物，甚至能伪装出虚假地址发射核武器，任何能由计算机控制的东西，这个程序都能控制。现在已经得知卖家会在明天早上9点交易，格雷格只是一个中间人，他不会亲自出面，会派出狗腿子哈里斯和对方交易。不幸的是，哈里斯一头栽死已经超过6小时，所以郭达想赌一把，假扮成哈里斯去交易。一个脑门子比他还亮的光头要走了郭达的手机，还对他进行全身扫描，确保没有窃听器，要是没有其他差错的话，这次应该能顺利把智能程序搞到手。可唯一的破绽还没解决，郭达伪装成哈里斯可以骗过卖家，但交易时他必须和格雷格通话，所以现在需要莎拉发挥特长，用声码器对郭达的声音进行伪装，不求100%相似，只求能骗过格雷格。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很 OK， 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即将出现。郭达被光头带到郊外交易，四周全是杀手，他没信心自己一个人能逃出升天，幸好还有黑黑在远处架狙击枪掩护。不多时卖家出现。 Pleasure to meet you. Likewise. 验货没花太长时间，郭达要过手机给格雷格打去电话，准备开始转账，有莎拉帮忙伪装声音，格雷格果然没听出异样，对着电话说出长达15字的密码。 Right, here we go. 2 6 2。 别墅里的安保团队已经发现异常，似乎有人一直在进行信号干扰，而且秘书已经发现监控画面被人调换，但是为时已晚，格雷格的密码已经被莎拉得知，货款支付成功。就在郭达准备拿东西撤离时，对方接了个电话，发现郭达是假冒的，幸好有黑黑在远处架枪狙击，保了郭达一命。可空中突然出现的武装直升机开始无差别攻击，来不及多想，郭达拿货开车立刻离开。莎拉那边也已经用密码强行取消支付。 I don't understand. What don't you understand? It's gone. 郭达很意外，直升机上的人竟然是老麦克，最终还是没逃掉，连人带货都被这家伙截胡。不但卖家全部被干掉，郭达也被老麦克的人控制。另一边，莎拉和丹尼开着那辆老爷车刚准备逃走，秘书就已经对格雷格汇报了系统被入侵的事。上当受骗的格雷格当即下令武装追击，可郭达这边情况更惨，老麦克竟然翻脸不认人，他自己坐直升机撤离，要手下尽快干掉郭达。 They're gonna kill you now. We'll shoot first then. 黑黑枪法给力，郭达保住营，这边暂时安全，莎拉和丹尼就没那么好运了。世上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，电脑小神童莎拉绝不坐以待毙。 What are you gonna do with that? I'm gonna shoot at them, Danny. I think I can help you out with that. 一个猛龙摆尾，莎拉顺势举枪清空弹夹，成功解决掉一大半的追兵。这边压力顿减，郭达那边情况就不太妙，老麦克已经叛变了组织，带着智能程序要去做坏事。郭达和黑黑起飞的太晚，追不上老麦克，决定调转飞机去支援莎拉，正好看见那辆老爷车经过隧道，郭达守在出口准备送追兵一份大礼。解决掉这些人不算什么，关键是智能程序被老麦克抢了，现在还得再回格雷格家一趟。郭达想反客为主，把格雷格拉到自己这一边，不管刚逃出来的丹尼愿不愿意，半小时内还是再次大驾光临格雷格的别墅。 Well, if you're wondering whether I'm feeling something of a tit, the answer is yes, I am. 格雷格好奇郭达这群人还来找自己干嘛，郭达不图人不图财，就想知道购买智能程序的背后买主的真实身份，是谁想颠覆这个世界。格雷格本不想透露，奈何郭达脑门闪亮的震人心魄，担心自己再受伤害，索性一五一十全抖了出来。其实就是那两个生物技术专家在捣鬼，他们准备用智能程序再配合其他技术把世界银行体系搞垮，一旦程序开始生效，哪怕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世界银行体系就会被击穿，市场信用也将不复存在，到时候黄金就是唯一安全的货币，他们囤的大批黄金价格就会一路飞涨，再往后引发的混乱就不是一般人所能预料的了。 Well Nathan, now it's time for your man to prove his worth. 上司动动嘴，下属就得跑断腿，郭达作为地表最强男人决定来一次闪电战，速战速决，
干掉那两个生物技术专家的安保团队。这次还得分两组行动，第一组是黑黑和郭达，由黑黑远距离掩护，郭达亲自端着枪冲进去武力解决所有保镖。另一组是丹尼和格雷格，最好能在郭达干掉杂鱼后用攻心之策拿下生物技术专家。And we are back. Four guards by the pagoda. I am blocking their comm. 近距离开八倍镜，郭达一枪一个解决掉杂鱼。格雷格已经带着丹尼顺利进入，生物技术专家和老麦克都在这里，知道这些都是顽固分子。格雷格也不说其他话，只是展示了一些特制炸弹的效果。3, 2, 1。搞出这个大场面也不是为了吓唬谁，不过要是生物技术专家和老麦克不肯配合的话，这些炸弹之后会放在哪可就不好说了。格雷格分别交给几人一份名单，这都是他们的近亲属住址，意思已经很明显，五分钟之内还不束手就擒的话，就等着听响吧。要是不想收到噩耗，就赶快凑钱，起码要把自己那100亿的缺口补上。因为格雷格的威胁，生物专家和老麦克被离间，双方的合作已然分崩离析。Get the transfer done now. He's bluffing. Those explosions didn't look like a bluff to me. 郭达正在和保镖血战，本以为最后还会有场决战，但生物专家和老麦克双方已经拔枪对峙，电光火石之间，几百发子弹同时射出。等郭达进来的时候，一个活口都没留下，除了想要渔翁得利的老麦克。3, 2, 1。老麦克不是对手。被郭达照着面门重击打晕，所有麻烦终于被解决。郭达三人组顺利完成任务，提着装有智能程序的箱子去见内森。I have another job for you, and this time the money is. I don't care how spectacular it is. I'm going on holiday. 郭达现在不缺钱，上次从生物专家那里偷到不少好货，那些大金戒指、小手表卖出去，足够他逍遥一段时间。再后来，丹尼退出了郭达的小队。有人听说丹尼和格雷格混到一起，还出资拍了部自传式电影。至于故事中有没有提到郭达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惊爆行动不用考虑太多，全程就是突突突，就是轰炸，有全能无敌的杰森斯坦森压场，什么都能摆平。诚然，电影台词密度已然比动作戏还多，特工片也已经有点像碎嘴子聊天。不过悠哉悠哉看杰森斯坦森的枪战和爆炸场面，再看一众主角坐飞机乱飞乱打，爆米花电影画面过瘾就完事，还要啥自行车。